原标题：中国近期承诺向巴基斯坦提供20亿美元援助。外交部回应外交部网站消息。2019年1月2日，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主持例行记者会。问：据报道，中国近期承诺向巴基斯坦提供20亿美元援助，以巩固巴外汇储备。中方能否证实？答：中巴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。中方一直并将继续通过援助、贸易、投资和全方位务实合作等举措，向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。双方实际上一直就有关合作保持着密切沟通。